我们上一集说到呢，高欢和尔朱兆恩断义绝，然后呢，尔朱家族的人20万大军，高欢呢3万大军，双方准备开打。高欢啊，当时啊是非常英勇，他自己率领中军啊，忽然冲前，他手下大将高曹呢率领左军，高欢的堂弟高岳呢率领右军。接战之后呢，高欢的中军是迎战不利，被逼后退，尔朱兆的军队呢就直扑而来。高岳这个时候就率领500骑兵，就忽然突前迎击敌兵。高欢另外一个将领呢叫胡律敦，他收拾败退四散的兵士呢，重整旗鼓，从尔朱兆后面就扑上去。高欢手下一个汉族大将高敖曹特别能战，他自己率领1000多汉族骑兵横击击入阵中，一下子就把尔朱兆这个军队打得大败。因为他这个生力军啊，忽然之间尔朱兆军队受不住了，败逃之际，尔朱兆就对自己这个首席参谋慕容绍宗啊捶胸大叫，那这个眼泪横流，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至此呢，他这次大战失败之后，尔朱家族的四散奔逃。本来呢，就首鼠两端的那个大都督胡思春，这些人抢先一步啊，回到洛阳，把那些留守的尔朱氏党羽全部杀掉。尔朱世龙啊，尔朱杜律，尔朱天光这些人相继呢就被伏斩了，被抓之后，然后在洛阳都砍头了。那么被尔朱氏所立的那个节敏帝袁公呢，这个时候赶紧派人慰劳高欢。这个时候高欢呢觉得自己从前所立的那个皇帝安定王啊，他这个支属比较远，就派手下一个叫魏兰根的这个大将，就说你给我去观察一下，这个现在的皇帝就是袁公啊，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他就准备啊再接着拥立他当皇帝。魏兰根回来之后呢，就跟这个高欢说，你看这个袁公就是节敏帝了，但节敏帝是后来他被杀的谥号，就是袁公这个人神采高明，恐怕日后啊难以控制。而高欢的主要的高参高乾高敖曹兄弟还有他们的手下别人呢，也都说高欢，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袁公再接着让他当皇帝，他是尔朱氏家族所立的人，其名不正，其言不顺，咱们还是把他废掉。于是呢，高欢就把袁公废掉，幽禁在寺庙当中。但是你得选人啊，你不能自己当皇帝啊。这阵高欢挑来拣去，他就选中了当时的平阳王袁修。袁修这个王爷呢，当时正在躲藏在跟他关系不错的散骑常侍王思政那里。可能大伙儿就问了，怎么这些王爷怎么躲在一个大臣家里呢？那阵儿王爷的命是最悬的，弄不好就被人弄死。忽然见到王思政，带着高欢属下人马找他，当时吓得面无人色。您现在是把我出卖了吧？王思政赶紧摆手，我当然不是把你出卖了。袁修又问，能保我一命吗？王思政想了一下，世事变化无常，我还真的说不准，那意思我还真不一定，就是说您的这个下场怎么样。于是呢，袁修就被400骑兵夹拥在中间，一直到了高欢的大帐之中。忽然见到高欢呢，这个袁修正在惶恐之间，高欢忽然对他下拜，然后呢陈述自己对这个魏国魏朝是多么忠诚，说话之间呢泪下沾襟。袁修呢赶紧回拜，表示我自己不敢。这位王爷这个时候才知道高欢不是要杀他，而是要立他为帝。很快呢，安定王元朗手写这个禅位禅表已经递到他手中，于是呢这个签字啊，这个袁修就同意了。袁修等于这事儿他自己就当皇帝了，这个就是北魏的孝武帝。很快在五月呢，魏朝在高欢的实际主持下，又把那节敏帝那袁公给毒死了，就是先前被尔朱氏立那个皇帝，时年35岁，又杀掉曾经当过皇帝的安定王元朗、东海王元业。所以可怜这些这个袁氏的龙子龙孙啊，当时就完全成为武将还有这些权臣们手中的等于是物品，想用就用，用完了之后杀掉省心。不久呢，魏朝又以孝武帝的名义下诏杀掉他的叔父汝南王元业。杀掉他的理由很简单，
魏蜀逼迫，就说什么呢？这个人啊，这个祖蜀太近了，太有可能当皇帝，刘志绝对是个祸害。魏朝孝武帝呢，这个时候又娶高欢的女儿为皇后，等于高欢就成为国丈了。转年，尔朱家族最后一个漏网之鱼，那尔朱兆在秀容兵败，那被迫自己吊死，尔朱氏最后一个钉子就被拔掉了。尔朱兆那个手下大将慕容绍宗呢，这个时候你就携带着尔朱兆的妻子，还有他剩下的残兵败将，向高欢归降。高欢这个人还不计前仇，就觉得反正当时是各为其属，就对这个慕容绍宗还特重用。他就并没因为这个慕容绍宗啊，从前向尔朱兆进言要杀自己啊，就记住这个前嫌，所以说这就体现了高欢这人的大度。在这个时候呢，洛阳的朝中啊，就那位胡思春，就是原先属于这个节敏帝的臣下，抢奔就回到洛阳，把这个尔朱这个党羽全杀了。那个胡思春，这个人呢，他慢慢见到高欢的势力强大了，心中特别不爽，于是呢，他就与当时的南阳王袁宝炬、五位将军袁丕还有王思政一同就劝说这个孝武帝啊，袁修啊，就是应该把高欢除掉。胡思春呢，又重新安排宫内这些都督人选，增加了禁卫军的人数，还选出了数百名这些武士担任孝武帝袁修的禁卫军。而且这位皇帝呢，多次以出猎为名，与胡思春呢排兵布阵，互相密谋。他们派人啊，与在外头拥兵的贺拔岳、贺拔胜兄弟暗中联络，就准备内外响应。魏朝的司空高虔呢，本来就是高欢的死党，孝武帝元修呢就想收买高虔，作为自己的这个臣下的自己的忠心的这样的人，因此借一次在华林园宴饮的机会呢，这个孝武帝突然提出要和高虔拜把子，结为兄弟。事出忽然啊，高虔当时来不及多想啊，就表示自己以身许国，不敢有二心。而后呢，高虔又见到孝武帝不断增加武卫，屡屡交结在外面的大将贺拔岳等人，知道这个现在的皇帝有想法，他就暗中派人劝高欢有所准备。高欢呢，把高虔招到滨州面议，因为当时这个高欢在晋阳遥控朝政嘛。高虔这阵就劝高欢，你应该自己当皇帝。高欢当时觉得时机还不成熟，他就装出非常害怕的样子，拒绝了高虔的建议。这样一来呢，高虔也是进退两难，他又猜不透高欢到底怎么想。你看，由于在朝廷里面夹在这两派之间，他特别难受。于是他就秘密请求高欢，就说您啊，还是这个间接的跟那个皇帝说一下，你把我外派算了，我不想在洛阳待着。于是呢，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徐州刺史。孝武帝元修听说这个高虔要外任为官，他就特别害怕的这个高虔一出去之后啊，就把自己和那些将领想秘密图谋这个高欢的事说出去。他先发制人，他就下招弄一个密招告诉高欢，说高虔和自己曾经暗中拜过把兄弟，这个人反复两端。高欢这个时候得知高虔和孝武帝元修两个人在花园喝酒盟约，也很生气，他就把高虔劝自己称帝的事情又通知给这个元修。这样一来呢，这个高欢和孝武帝元修两个人他们表面和好了，等于就把高虔给卖了。孝武帝元修呢，他就把高虔招到殿上来，厉声呵斥他。高虔这个之后知道自己被双方所卖，忽然感觉到自己无计可施了。我们要知道，高虔这位豪杰，青年时代就是俊伟有智略，河北豪杰，当时就叹息说：“陛下，您自立意图，现在你又反过来说为臣我反复多端，人主加罪，无话可说。”你皇帝您既然说我有罪，那我真没有什么话可辩解。于是呢，这个当时这个孝武帝元修就赐死高虔。而后呢，元修还派人去杀高虔的弟弟高曹。高曹是什么人？一代英雄，马上就把那个就是那些使者带了一些武士来杀他嘛，马上把那些人都杀了，然后带领自己手下十几个人，一下就奔到晋阳，投奔高欢。高欢这个时候见到高曹，与他抱头痛哭，大叫：“天子枉杀高司空！”不久呢，
高乾另外一个弟弟高行密也投奔高欢，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在这个高行密当时也是在外地当官。你看借皇帝之刀杀人之凶，又能获得被杀的这个高乾的两个弟弟的这个信任，高欢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见一斑，确实高。公元534年呢，就北魏孝武帝元修，他就准备呢率领军队攻伐驻扎在晋阳的高欢。于是呢，他在京城下诏戒严，对外声称要南伐梁国，然后他又和他手下那大臣胡思春征伐河南驻州的兵马，在洛阳近郊进行大阅兵。胡思春这个人啊，实际上是特别反复多端的一个人。最早呢，他投靠尔朱荣，由于他的生性非常佞巧，尔朱荣特别喜欢他，就是作为尔朱荣身边最重要的参谋之一吧，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而且还平定葛荣啊那些什么六镇的这个造反的军队。尔朱荣被孝庄帝元子攸杀掉之后呢，胡思春又转而投靠当时被梁武帝萧衍立为魏朝皇帝那个汝南王元业。后来呢，等到这个尔朱兆率兵进入洛阳，胡思春呢又率领部众背弃这个元业啊，投奔这个尔朱兆。不久呢，尔朱兆和高欢翻脸了嘛，胡思春呢就和尔朱杜律等人一起啊和高欢啊开打。但是在韩陵之战中呢，尔朱家族军队大败。这个时候呢，胡思春又背弃尔朱氏，忽然率领自己的一部人马进入洛阳，把京城内的尔朱一门党羽尽数诛灭，又派人偷袭尔朱世隆、尔朱彦伯兄弟，将这个哥俩斩于这个洛阳的这个大门之外。胡思春的父亲看到尔朱世隆的兄弟的首级悬挂在城门前的树上，他就挺不高兴的，就对自己的儿子胡思春就说你当年和尔朱氏兄弟相约啊，你们都拜把子，如今呢，你怎么忍心把他们首级悬挂在城门呢？这不是有负于天地吗？胡思春这个时候呢，一看自己爹都说自己了，就把这个尔朱世隆的首级啊什么什么就收起来了。但是他还是把尔朱杜律、尔朱天王等人这个囚禁起来，将这些人绑起来之后送给高欢做见面礼。那么孝武帝元修当上皇帝之后呢，胡思春呢，他当时的官职就当侍中，仪同开府。正是由于胡思春自己啊，他也认为自己反复多端，多次转投他人，因此他就觉得日后高欢啊必然会难为自己。孝武帝元修和胡思春等人，他们这不等于是要起兵干掉高欢吗？为了麻痹高欢，他还当时啊给这个高欢一个秘密的诏书，说是自己要带兵攻打关西的宇文泰，还有那个贺拔胜。高欢是什么人物？他马上就回复说啊，我自己手下五路人马22万人已经出发，我马上啊帮助皇帝您去征讨这些逆贼，而且呢我还要清除朝中的奸佞。实际上他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孝武帝，我已经带兵赶到洛阳来了，正在这个路上走，我一定要和你争个高下。这个时候呢，孝武帝元修就不得不和高欢摊牌，他就命令中书舍人温子升以他自己的名义呢给高欢写了一封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书信，内容特别特别精彩。至于这个内容怎么样呢，就是说我就觉得在这儿，因为它都是古汉语啊，这个内容也挺长，但里头无论是典故也好，无论是语气也好啊，绝对是文采风流。温子升啊是个大文豪，刀笔犀利，就把当时这个皇帝元修啊他那一番啊忧惧无奈、不甘示弱、小以大义、表面上贬损自己，实际上威胁对方那种心计啊披露无遗。所以说古汉语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现在梅老师呢给大伙儿不是讲这个古汉语课，所以说我就不在此咱们一字一句的就是琢磨那封信，咱们就接着讲那个事儿。那么这位写诏书的文子生呢，正是先前为孝庄帝元子攸啊起草诛杀尔朱荣的那位爷，他的才华公认是北朝第一。日后呢，这个高欢呢这后来把这个元修赶走了，也没有怪罪文子生，还给他官当，很像当年曹孟德欣赏那陈琳啊，这个骂绝自己祖宗八代檄文啊，就对他的那种胸怀啊，还挺用这文子生。高欢死之后，他儿子高澄上台呢，就怀疑这个温子升啊与当时这个叛乱有关系，就再让这个温子升把他关入狱中，让他写完了神武碑，就得是高欢的墓志铭啊。写完了神武碑之后，就把这个温子升关进了晋阳大狱，
也不给他饭吃，最后饿着这位大才子呢吃自己衣服里那个思绪，等于是活活饿死了。当然了，这个孝武帝元修让这个大文豪文子生写这封信，中国文学史上一篇著名的篇章吧，书面文字美轮美奂，但是高欢丝毫不为所动，他只是上表，就是极力称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指斥皇帝，就是奸臣胡思春啊那些人罪恶多端，他继续进兵。孝武帝元修的亲信呢，中军将军王思政，就是他最早当王爷的时候藏在那个大臣的家里，这王思政就劝皇帝，咱们最好是避一下高欢的兵锋，前往关中去迂腐宇文泰的军队。东郡太守当时有个叫裴霞的，也是个明白人，就对王思政说，宇文泰啊一直为三军所信服，他现在又占领关中行胜之地，权柄都在他手中，怎么会轻易把权力让给别人呢？那意思咱们这帮人一过去，包括皇帝，他怎么可能把皇帝给咱们这帮人呢？如果去投靠他，无异于避汤而入火，就等于说你如果投靠他，就等于是就避火而投狼吧，就这个意思。王思政呢觉得也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呢，如果往南到荆州那地方，那地方又离南朝敌国梁国太近，你就问该怎么办。这个时候裴霞就说了，与高欢相战有立志之忧，西奔到宇文泰处呢有将来之虑，我们现在应该先往关右一带驻军，就观察一下再做决定。商来商量去，孝武帝元修呢就下诏以宇文泰封他为关西大行台尚书左仆射，而且还赐给他一个公主给他当这个妻子，然后下诏宣示高欢的罪恶，这两个人呢从此就公开决裂了。高欢呢这个时候啊就对自己的军队也慷慨陈言，因为他得起兵他得有正当的理由啊，他怎么说呢，我当年认定尔朱氏啊是擅揽朝政，我手举一旗奉代主上，如此忠心天地可知，如今呢胡思春在皇上面前构陷我以忠为逆，如今我们军队大举，目的地只有一个，只杀胡思春一人。高欢呢于是下令，命令以手下大将高曹为先锋，浩浩荡荡就杀过来了。宇文泰听到消息之后也是发檄各地，声言这个高欢罪恶，逆臣叛子，马上率领军队，他从高平出发到弘农一带屯军，贺拔胜呢屯军在汝水，至此呢这两部军队也在那儿观望待变，就没有一个人忠心耿耿想救这元修。公元534年七月呢，这北魏孝武帝元修亲率10万军队屯于河桥，以胡思春为前驱，就在这邙山之北列阵。战斗开始之前，胡思春呢就是要求您派我，给我2000兵马，我趁夜渡过黄河，趁高欢立足未稳，我对他进行偷袭。当时孝武帝元修觉得这计策很好，但是他手下的黄门侍郎文臣杨宽就劝，现在这紧急关头，您还把兵权给别人，唯恐啊产生别的什么不好的变端。万一胡思春渡河偷袭成功，那可是灭掉一个高欢，又生出另外一个高欢。孝武帝元修一听呢，就马上下令胡思春停止发兵，这兵我也不给你了。胡思春这个时候就叹息：“哎，皇上不用我计，真是天意不兴大魏啊！”在关中附近观望的这个宇文泰，听到消息之后，就对他左右的那些官员讲：“高欢数日内急行军800-900里，疲军迎敌，兵家大计，正好可以乘他疲惫啊，加以奇袭。当今皇上以万圣之尊御驾亲征，他不主动的出击渡河决战，反而是沿河据守，这太失策了。而且呢，长河万里，只要一个地方被突破，皇上必败无疑。”至此呢，两军还没交锋，孝武帝元修这一方面啊，已经有什么贾显志啊，什么是那些人暗中约降。高欢啊，那军队很快就率军渡河了。孝武帝一听高欢的大军已经过河了，赶紧召集重臣商议对策。这些大臣呢，也是鸡一嘴鸭一嘴，有的讲了，咱们就赶紧跑吧，咱们去依附南朝的梁国；有的呢就讲，咱们再往南走就找那个这个贺拔胜去；有的还要讲，咱们往西跑。咱们去这到那个宇文泰将军那里，有的还说咱们要守住洛口死战，反正众口纷纷吧，一时之间不能定夺。正在争执期间，由于当时他手下一个大臣叫袁宾之的
这个人他是一直和那胡思春不和，两个人争权。他见势不妙，就从军中马上跑到元修处，在这大声嚷嚷，就说高欢的军队已经快到了。当时吓得这个孝武帝元修又惊又急，他一面派人招那个胡思春赶紧还军保卫我，他一面就带着几个本家王爷率领5000兵马准备出逃。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暗中都知道皇帝根本就打不了了，他要跑了。因此呢，手下那军事大臣大半夜跑了一大半，唯独五位将军独孤信这个人从京城出发单骑追随皇帝。我们想一想，当时什么叫逆向而行，成千上万的人都往洛阳方向跑啊，去向高欢投腹，唯独独孤信一个人只身匹马逆向而追，当时情景是感人至深。所以说孝武帝见到这个独孤信就当时感叹，将军您辞父母抛弃妻子跟随我，事乱识忠臣，哎，此言真是不虚啊。天日昭昭，说这位独孤信风度翩翩忠心耿耿的美男子，最后啊，当然他就后来就被那宇文泰给害了，但他后代却是荣宠无比，三个女儿成为皇后，长女是北周的明镜皇后，第四女呢是唐朝的元贞皇后，第七女呢是隋文帝的这个皇后，所以北周隋唐三朝天子啊都是他的后人，他的儿子们自然也都是加官进爵，所以说这个独孤一门门庭赫赫，这个就是后话，咱们现在暂时按下不表。咱们再说回高欢，他手下的大将高曹啊，就是为自己的这个兄长高乾报仇心切，就率领人马就一直追孝武帝元修，一直追，一直追到陕西，最后呢还是终于没有追上。一路上呢，孝武帝元修也是饥渴困顿，缺食少粮，最后呢在长安的东梁驿遇见了率兵迎驾的宇文泰。这个时候呢，孝武帝元修呢总算是暂时安全了。高欢呢，他从晋阳发兵以来，他就给这个孝武帝元修上了40多封书奏，都没有得到答复。他亲自率兵追赶孝武帝，目的就是把这皇帝追回来，送回到洛阳城里，最起码的好吃好喝软禁着当个幌子。他还真不是说想要把他杀了，以此呢也来掩饰自己。你想，你把皇帝都给赶跑了，一是要掩饰自己的过错，但是最终呢他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无奈之下，高欢回到洛阳之后，就改立清河王的世子袁善建为皇帝，这个就是北魏的孝静帝。当时的袁善建才11岁，袁善建啊，这个小孩11岁，当时他爹清河王袁谭还活着。这个因为这清河王他的族属比较近，他自己都已经准备好他自己当皇帝了，但为什么高欢不立他呢？因为这个是个成年人，他怕日后不好控制，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清河王的世子那个小孩11岁的小孩这个少年推上了帝位，以免呢重蹈这个元修的覆辙。由此呢，鲜卑的魏朝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所以说我们一看历史，北魏、东魏、西魏好像这都是顺着往下来的，不是的，东魏和西魏是同时存在，就是北魏分裂成两部分。那么这个孝武帝元修跑到了宇文泰那里，结局又会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我们上一集说到呢，这个北魏这位孝武帝元修，离开了高欢的控制，跑到哪儿呢？跑到这个关中的宇文泰这里，果然才出虎穴，又入狼口。
那么根据历史书记载呢，孝武帝元修这个人啊，非常好色，而且呢有悖人伦，他有堂妹三个人，他都不让他们出嫁，名义上呢封为公主，实际上在宫中啊，等于是给他充当嫔妃。其中呢有个平原公主元明月啊，最受他宠爱。本来宇文泰啊就挺忌惮的孝武帝的年轻气盛，至此呢，宇文泰就以这件事情入手，怂恿魏朝的元姓诸王啊，把那平原公主从孝武帝元修身边抢出来，给杀掉了，以此呢，来消掉这个乱伦之仇。孝武帝元修呢对此恨恨不平，想美人被夺啊，悲愤可知，他时不时在宫内弯弓搭箭，有的时候又抽出刀来叮当当当，把那桌案一顿乱砍，宣泄不平。言语之间呢，就掩饰不住他自己对宇文泰这种恨意。不过再恨也没用，寄人篱下，你现在还能怎么办？你说高欢对他实际上还不错，他现在非得大老远的跑到这个宇文泰手下，这个时候呢，他只是就发泄一下这种狂怒。宇文泰呢，在这位逃难来的皇帝身边啊，安排的耳目特别多。哎，听说这个皇帝没事就抽出刀来弯弓搭箭啊，嘴里还念叨自己名字。哎，他做事也挺干脆，很快就派人把毒药放到了孝武帝这个酒里，毒死了。哎，这位还是非常有主见、比较英武的一个皇帝。孝武帝死的时候，元修呢这个时年25岁。随后呢，宇文泰就立平原公主的亲哥哥元宝炬为皇帝。那么这位元宝炬呢，就是西魏的文帝。西魏当时实际的统治者就是宇文泰。宇文泰字黑塔，是鲜卑化的匈奴人。他的父亲宇文恭呢，最早还是六镇叛军当中鲜于修理的手下的将领。那么宇文恭战死在唐河，宇文泰当时一小伙子加入了葛荣军队。尔朱荣呢，把葛荣击灭之后呢，挺喜欢宇文泰的这种骁勇善战，就给他一个官叫统军。中级官员吧。高欢灭了尔朱氏之后呢，当时宇文泰啊是在贺拔岳手下做官，他是接受贺拔岳的这个指令呢，到滨州去查看虚实。高欢当时在滨州就晋阳啊，看见宇文泰身长八尺，垂首过膝，相貌非凡，就特别想留下他给自己效力。宇文泰呢当时就坚称，哎，这个贺拔将军派我来，我一定要回去复命。高欢犹豫了半天呢，就允许他回去。宇文泰离开之后不久，高欢就反悔了，就想杀掉宇文泰以绝后患，但他派出的骑兵呢追到关口也没有赶上。所以说高欢当时不杀宇文泰，正如当年项羽不杀刘邦，曹操放走刘备啊，桓玄接纳这个刘裕，最终是呢养虎遗患。而正是这宇文泰的后人呢，最终灭掉了高欢后人建立的北齐。高欢他在洛阳，等于他就是东魏了，换掉魏朝的皇帝之后呢，就觉得洛阳都城啊太着西晋西魏了，也就南晋梁国，就决定迁都。迁到哪儿？迁到邺城。他的命令下达之后，3天之内马上就给我起行。因此洛阳40万户这个民众官员狼狈就道。他这个时候任命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这个司马子如，大伙儿一听这名字还挺熟。对，这个人就是尔朱荣被杀之后，还不顾自己的妻子在洛阳，跟随尔朱荣一家，尔朱兆什么那帮人逃跑的那个流氓文人。他当时呢还劝尔朱世隆呢反攻洛阳，为孝武帝就是元子攸之死呢，实际上跟这个司马子如他的主意特别有关联。高欢呢又任命他自己的心腹高隆之为右仆射，高岳呢为侍中，派这个孙腾留守邺城，也都是他的心腹将领，然后共同掌管朝政。公元536年呢，高欢就率大军在造3座浮桥，在蒲坂准备抢渡黄河，由此呢第一次东魏西魏大战小关之战就拉开序幕了。宇文泰这个人呢绝对是兵中奇才，他当时就对手下将领说，高欢3面围住我军，搭建浮桥，你看表示他要过河进击。实际上呢，我认为他是想吸引我军的注意力，
让他手下大将窦泰从西面进军，两面夹攻我们。窦泰这个人是高欢手下的一位特别能战的这样的一个战将，屡战屡胜，他手下的将士肯定有交心。如果我们发骑兵先击窦泰，高欢则不战而胜。当时他手下诸将一听这个宇文泰这样一说，都不以为然，因为高欢近在眼前，你不战不防，你反而掉头去打那窦泰，万一出了差错，肯定会全军覆没。宇文泰的族侄呢，宇文深，哎，倒和他的意见相同，他也认为，如果在蒲坂迎击高欢的军队，窦泰肯定乘机从反面扑来，双方夹击之下一定会失败。他就建议选精锐兵马直出小关，小关在潼关之左那个地方。窦泰性急，他肯定过来跟咱们一起来征战。高欢这个人行事谨慎，他肯定站在原地观望。由此呢，我们这大军战胜窦泰之后回击高欢，敌军可破。果然西魏军队忽然赶至这个小关这个地方，窦泰当时猝不及防，马上呢引兵啊过来这个征战。宇文泰这个时候呢从马木泽这个地方当中杀出，一下就把窦泰打得大败。一战下来呢，东魏兵马的死伤殆尽，窦泰这是窘极，没办法，从前一直战胜，忽然遭受如此大败，他没脸再去见高欢了，拿出刀来自杀了。由于当时黄河那冰特别薄，人马辎重呢根本就没法过去，高欢只能把那浮桥摧毁了然后撤退回军。西魏军队呢从后跟着追击，高欢派去殿后的大将呢薛延孤一战之中你想砍换了15把钢刀，就说明这战事非常惨烈，最终呢才保得高欢这一行能够从战败这个局势当中逃脱出来。因此呢，东西魏军队双方第一次交手是以高欢的失败告终。那么这次交战当中，高欢还有另一部人马，就是大将高敖曹。那一部军马进军特别顺利，他从商山出发，所向无前。在他率兵猛攻上洛的时候，这高敖曹被流矢流箭射中，遍体鳞伤，其中的3处都是贯穿伤，死而复苏，就基本上要死了。当时他为了安慰军心，这位大将跳起来骑马免胄巡城。什么叫免胄巡城？就把头盔摘了让别人看见自己还活着，由此大大鼓舞了士气，最终呢攻陷上洛城。克城之后呢，高敖曹躺在帐篷中养伤，感觉自己差不多要死了，血都要流干了，他就叹息，哎，遗憾的是我见不到我弟弟高季氏当刺史。高欢听说这个消息，马上以皇帝的名义下诏任命高季氏为滨州刺史。这高敖曹啊，就是先前死于孝武帝和高欢两个人这个权谋之中那个高乾那位大臣的三弟。高敖曹本名叫高昂，他是以他的字敖曹知名于当世。高敖曹这个人啊，浓眉暴须，姿体雄毅，这小伙长得又帅又壮又魁梧。自青少年时代，这个人就桀骜不驯，没事就是招聚剑客，就是类似于侠客。他干嘛？四处劫掠。他倒不是说四处干什么什么，就是四处抢东西。根据《太平广记》呢，记载还有他的3首诗，其中的《征行诗》写的还挺好玩。笼中千口羊，全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可以想见这个人年轻时候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尔朱荣当政的时候呢，就知道他的英武，一度呢还把他右仆关在洛阳。那么孝庄帝元子攸这个杀掉了尔朱荣之后呢，知道高氏兄弟都是英豪，在黄河边呢还亲自为这个哥几个送行，就劝他们说，你回河北给我召集你们的部曲，到时效忠于我。当时的高敖曹义气慷慨，临行了5箭，已向皇帝表示效死之心。那么孝庄帝元子攸被这个尔朱氏杀害之后呢，他就投奔高欢，大破尔朱氏。后来孝武帝元修呢杀掉他哥哥高乾，又派人杀他，当时呢是一下子奋起，把携带皇帝诏书杀他的那个这招使还有从人都杀了，率领十余骑人马奔到晋阳投奔高欢。高欢马上就以他为大将因此南征北讨，
特别多，立下特别多功劳。小关之战，你想这个东魏基本上这个大败而回，唯独高曹全军而还。因此呢，高欢一高兴，就授他为军司大都督，统76都督，就是等于是基本上呢，就类似于这种，大的军区副司令这种感觉。当时高欢的手下那些大将，主要是鲜卑将领，这些人呢一直都轻蔑汉人，唯独呢惧怕高曹。那高曹比如说在大帐里命令他手下大将的时候，一般都是用鲜卑语发号施令，但只要有高曹在一旁，他一定敢用汉语来讲话。鲜卑一个大将叫刘贵的，他和高曹一直不和。有一次呢，两个人同在一块议事，下面人就有人报告啊，就说治河啊那些个义夫，那些这个匠人，好多人因为遭遇大雨被淹死了。刘贵一听这个报告，就故意说：“嗨，性命只值一文钱的汉人，这死就死了。”高曹当时闻言大怒，拔出刀来就要砍刘贵。刘贵当时脚快，奔逃还营。高曹随即鸣鼓召集他自己的属下，他自己属下全是这个汉人，就是然后集兵就要攻这个刘贵。最后呢，还是别人劝了好久，高欢又出头才把他劝住。还有一次呢，高曹和北豫州刺史郑延祖两个人玩握槊游戏。握槊游戏大伙儿不要望文生义，握住的握，这个长槊的槊，以为是什么互相击刺，不是，就是类似于一种现在像国际象棋的那种那样的一种棋类。这个刘贵呢，当时就是派人招这个郑延祖到自己的军营议事。他派出来这个使者呢，一进门呢就说让这郑延祖走，高曹就不让郑延祖走。两个人正玩棋呢嘛，并且派人把这个刘贵手下这个特别的这个意气勃勃的这样的一个使者用木枷夹住了，把他夹在那儿，就在旁边就给我待着看，等我们下完了棋玩完了，你再和他一起走。刘贵手下这个鲜卑偏将啊，平常你想这骄横惯了，这个时候你想我过来找人，你还把我弄一大木枷给我夹在这儿，让我站在这儿，他就在旁边啊。这两个人那不是下棋了，就跳脚就叫，夹则易，拖则难，就说你把我夹起来容易，你给我拖掉这个，我饶不了你们。高曹你想正玩棋呢，一听这个鲜卑将领在那跳，影响他下棋，他就从随从手中就旁边的那么有为什么抽出一个刀来，往这个人脑袋上使劲一抹，就这么有什么何难啊？你还拖则难，一下那鲜卑将领人头落地。刘贵得知之后呢，根本就不敢过来跟他理论。还有一次呢，就高曹去那大丞相府拜见高欢，门口的护卫呢不让他进去，当时激得他兴起，好，这小伙兜转马头，弯弓大箭，回手就把这门卒给射杀了。高欢得知消息之后呢，也不怪罪。由此可见，这高曹在高欢心目中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高欢当时他统领的手下的鲜卑士兵和汉人之间，他们那些矛盾很深。但是呢，高欢左右逢源，他就对鲜卑人那些军将那些士兵讲，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作，女人为你们织衣，上交这个赋税啊，这包括粮食，让你们温饱无忧，你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呢？转头呢，他又对手下那些汉人们将领还包括老百姓讲，鲜卑人是你们雇用的宾客，得到你们一些衣服啊、吃食啊，为你们防盗积贼，能保你们安宁度日，你干嘛这么恨他们？当然了，高欢手下呢也有一些比较迂腐、不知变通那种汉族大臣，他也想方设法予以说服。有一次呢，高欢要出门打仗，一位名叫杜弼的大臣就请求高欢出征前先消除内贼。高欢问内贼什么人啊？杜弼说就是那些掠夺百姓、那些鲜卑贵族、鲜卑将领。高欢当时没有马上作答，他就下令营中的军士弯弓搭箭，高举大刀，握槊向前，夹道层层耳立。接着就命令杜弼，你在这个行列当中来回走动一次。杜弼是个书生啊，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浑身哆嗦，冷汗直流。见此呢，高欢就对杜弼说，虽然说搭箭不射，持槊不刺，举刀不砍，你都被吓得成这样，失魂落魄，你看你说弹劾这些诸位勋贵将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百死一生，虽然有人或许有贪污啊冒抢那种行为，但与他们平时立下的战功相比，怎么能相提并论？这个时候呢，书呆子杜弼跪地叩首
啊，就为自己先前的冒失啊表示歉意。如此一来，你看高欢一举两得，既堵住了这个文臣汉族谏官的嘴，又收买了鲜卑军士的人心。公元537年，高欢自己又带兵200,000，从壶关出口前往普京，第二次东西魏大战开始。当时呢，由于关中啊旱灾大饥，没粮食，宇文泰就带着不到10,000的军马，在这个横奴这个谷仓啊休整了50多天，好容易才让着他自己手下那些饿得皮包骨的军士缓过来。一听说高欢渡河来战，他赶紧入关准备。高欢手下的大将高曹啊，这个时候率领30,000兵马，把那个横奴团团包围。高欢的参谋在这儿劝说道：“你看这个西魏贼兵连年饥荒，所以冒险到陕州来抢粮仓、抢粮食。现在高曹已经围住这个横奴粮仓了，粮食根本运不出去。我们最好是分兵驻道，不和敌兵接战。等到麦秋时分，敌军呢饿死大半，宇文泰他不死也得投降。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好不要先抢渡黄河。”高欢手下的大将侯景也劝：“你看我军几十万士兵一举前来，万一不胜啊，一时就难以再集结兵马。不如我们把大军一分为二，就联合而进。前军如果胜了，后军全力攻上；前军如果败了，我们后军可以接应，到时候可以作为后备队啊出击迎敌。”结果呢，高欢当时刚愎自用，对这两条意见都没有听进去，他就从普京渡过黄河前进。宇文泰呢，到了渭水南岸，征召的各州的兵马在这儿还都没到位呢，他手下那些将领啊就认为众寡悬殊。建议等高欢军队再往西行，再走之后，咱们再出兵啊相击。宇文泰呢，当时觉得诸将的这个意见呢，太胆小，不可行。他怎么说呢？高欢如果到了长安，肯定人亲民心全部都降服于他。那高欢的名声多大？现在呢，就趁他远来新到，正好可以一举击破他。于是呢，他就派人造浮桥，渡过渭河。又命令手下军士只带3天粮食，一直往前出发，一直走到这个距离高欢的军队60里处，才这个扎营屯军。宇文泰呢，还派手下的将领，一个叫达西武的，带3个骑兵，化妆成这个东魏的军士。反正这帮人，基本上你想东西魏分裂起来，他们那些军服啊什么都差不多，而且基本上都说这个鲜卑语。傍晚就混入高欢营内，增知军中的口令。你看这4个人，这个达西武带着这个3个手下人，昂首扬鞭，假装成那个军内的督察官，各个军营都转了一圈，看有衣冠不整齐的，或者是在那喝酒啊，或者干嘛的，还上去拿着鞭子乱打一顿。这帮人转了一个通宵，查明了高欢军中的一切，这个部署之后，返回营中报告宇文泰。高欢呢，不久也得知到宇文泰这个兵已经到了近前了，然后就率领自己手下人马准备攻战。宇文泰手下有个大将叫李泌的，他认为敌众我寡，不能平地制阵，可在10里以外这个魏渠长满芦苇的那个沼泽地埋伏。宇文泰觉得此计可行，就命令军士偃旗息鼓，埋伏在芦苇丛内。当时就是提前说鼓声一响，一齐冲出。作战之前呢，高欢手下有个将领叫胡律羌举，就劝说高欢，宇文泰他只想决一死战，他这个时候像个疯狗一样，豁上性命要咬人。芦曲那地方芦苇啊，特别这个深茂，当地又泥泞不堪。士兵如果交战，咱们这个士兵人又多，用不上全力，咱们不如就和他相持，在暗中派精兵啊演习长安，端掉敌军的老窝。如此呢，宇文泰肯定能生擒。高欢呢，一听说芦曲那地方芦苇丛生，他灵机一动，咱们放把大火，把这敌军烧死怎么样？你看，这个时候他手下一向特别精明的侯景，反而出了个馊主意。他怎么说？他说最好别这样，我们应该生擒宇文泰，把他这个活人弄在马上，到处宣示百姓。如果宇文泰被烧成焦炭，谁会相信我们真的大胜呢？踌躇之间，高欢手下一大将彭乐，兴致勃勃，主动请战，大声嚷嚷道：“我们人多势众啊，100个人能擒一个，还怕不打胜仗吗？”受此鼓舞，高欢一看手下这将领这么勇敢，马上下令进击。东魏兵马呢望进西魏兵，一看人数真少，
这个时候就个个贪功冒进，所以说原有的战阵就乱了，而且也不成形。两军相交之际呢，宇文泰亲自擂鼓啊，当当当在这敲鼓。这个时候埋伏在芦苇丛中的西魏兵是忽然之间奋身挺兵而起，李泌呢率领一支铁甲骑兵从侧面突出横击东魏军队。东魏军队这个时候就被断成两截，手下的那些军士，高欢手下的那些将领一下子就非常惊恐。西魏的将军李泌，他的有个弟弟叫李彪，是个小矮个，但是非常英勇。每次这个跃马陷阵的时候，他都这个趴在马背上，然后拿了一把大刀，左劈右砍。东魏兵只要看见他那匹好像是无人驾驶的马，就赶紧惊呼避开这个小个子。宇文泰呢，远远望见，就对左右的人叹道：“胆略如此，何必有八尺之躯？”西魏的大将耿贵啊，也是武艺杰伦。每次他从这个入阵杀一圈，身上的铠甲、征袍啊，全部被敌人的鲜血都染透了，染得通红。宇文泰每每对旁人说：“你看，你看他的衣甲，看看他的衣服，就知道他杀了不少敌人。咱们何必还按首级论功呢？”高欢的将领当然也不是草包，大将彭乐深入这个西魏阵中，被数根长矛刺的肚子，把肠子都流出来了。这哥们儿甩手把肠子填回到腹内，拿那个袋子扎巴一下，然后又跨马抡枪再战。高欢呢，这个时候在高处看见自己手下东魏士兵啊，这个队伍散乱，他就想先收兵，集结之后再出击。结果呢，点兵官点了一圈回来之后，禀告说众营皆空，士兵死散，无人应答。高欢这个时候还不甘心，还在犹豫。他手下的大将胡律金就劝说：“众心离散，不可复用，我们应该立即奔往黄河以东。”高欢这个时候骑在马上叹息不动。胡律金呢，就以自己的鞭子一下抽那个战马，一行人赶紧逃走。到了河边呢，就差点没找到船，最后等于是他们狼狈渡河。这一战下来呢，高欢丧失甲士80000人，丢弃铠甲、什么军帐那些东西，那些全套的武器180000。高欢手下大将高曹一听说自己的军队败了，也从那桓农那粮仓那撤围，退保洛阳。西魏呢，宇文泰经此一战，兵精粮足，等于是大伙儿军将啊、战士都特高兴。公元538年呢，高欢手下的大将呢，算是夺回一阵。他从宇文泰这个西魏手中呢，重新夺回了洛阳的金庸城，把洛阳的这个城内的大量的官署、民居啊都烧毁了。西魏这时候实际统治者宇文泰呢，当时正带着西魏的文帝元宝炬回到洛阳呢祭扫魏朝先帝的灵庙。这听到消息之后呢，立刻挥军驰援，临阵呢斩杀了高欢手下大将叫莫多娄代文的，这应该是个鲜卑将领。侯景一听这个宇文泰自己来了，连夜突围，宇文泰就率领军队追击。侯景这个时候呢就摆出大阵，北据河桥，南移邙山，和宇文泰这个大军就交战。混战当中呢，宇文泰的战马被那流箭射中，一下子惊狂逃，就把宇文泰甩在了地上。东魏大军在这儿追围上来，他是宇文泰手下那些护兵啊，因为边战边跑，一下都走散了。这个时候，西魏的都督李牧不慌不忙，下马之后用马鞭猛击狼狈趴在地上的宇文泰，假装还叫骂：“你这个糊涂兵！你们王爷跑到哪里去了？你们自己的趴在这里。”当时追围过来东魏兵翻天亮掌，听这个李牧的口气，就认定这趴在地上的宇文泰不是什么贵人达官，而且宇文泰当时穿的衣服也不显眼，马上扭头散去，去追杀更值钱的目标。趁此机会，这个李牧扶宇文泰上马，双双逃去。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一般那个军事杀人啊，他都杀有头有脸的大将，或者看你这个有东西，他抢你东西。因为什么呢？他杀一个大将，把这个脑袋割下去，他会得到好多好多的赏金，还有官爵。要杀一个平常人，你再杀他，等于都费事儿。所以说，当时宇文泰才能逃得一命。宇文泰和李牧刚一逃走，很快呢，西魏的后军呢就赶到了，因此西魏的军队啊，军事复振，又扭转头掉头迎击侯景的东魏军。侯景呢，这个时候打不过，败北而去。东魏大将高曹呢，心气特别高傲，他一直就看不起宇文泰，
他就命令左右他的手下那些军官把他写他有官名将名那个旌旗，还有显示他贵中身份的伞盖高高的都是擒在自己的身后和左右，然后跨马临阵。见到这么一个名将，你像高曹名气太大，西魏军立刻调动最精锐的军队围攻高曹。最终呢，你想这阵高曹人毕竟少嘛，最终这个高曹的手下全军尽没，血染战袍。一会儿一看手下的人都战没了，高曹大英雄呢也没办法，单人独骑跑往河阳南城。恰巧呢，守河阳城的守将是高欢的一个堂叔，叫高永乐。这高永乐呢，一直和高曹有过节，这个时候就关闭城门，不让高曹进城。那么我们这位大英雄高曹这个时候绝对是龙卧浅滩，他就仰呼城上，就给我把绳子给我吊下来，我自己爬上去，没人应他。这个时候他又拔刀猛砍城门，他就想劈出个洞来，想逃入城中。但那城门多坚厚啊，砍了许久也砍不开。身陷如此危局，那么我们这位高曹，南北朝时期这么名闻四方的大英雄，他的性命是否得保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我们上一集说到，东魏的大将那位大英雄高曹跑到自己人占领的河阳城下，不能进城啊。这个时候呢，西魏的大队追兵就赶到了。高曹呢知道自己性命不保，转身呢昂头迎前，奋声大叫：“来，与汝开国公！”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来人斩其头，西魏肯定会以开国公的那种重赏来封赏这个人。失去战马的大英雄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已经没有战斗的那种优势了，而且追来人又多，敌人呢快马亮戟就把高曹刺死在城下。那个斩去高曹头颅的兵士回到西魏之后呢，获赏绢万段，而且是每年按量发给他。因此这家的人啊，直到宇文泰创立那个周朝，就是北周灭亡，赏绢还没有给完。高欢得知自己手下大将高曹的死讯，如丧肝胆，立刻把那个高永乐叫过来，打了他200军棍，就差点没把他活活打死。然后马上以朝廷的名义追赠高曹为太师、大司马、太尉。这次河桥大战呢，两位的军阵极大，首尾悬远，从早到晚交战数十回合，当时啊气雾四散，形势万变，团团相杀，谁也不知道谁胜谁负。西魏的独孤信啊、赵贵等大将呢，一看交战不利，混战之中又不知道宇文泰还有西魏文帝的元宝记的消息是死是活，然后他们呢都弃军先归。其他将领见状也和他们一起逃走。知道这个情况之下的宇文泰觉得自己也支撑不住了，烧营遁走。这个时候啊，西魏文人出身的那个将领王思政下马，手持长矛，左刺右刺，一次还就能击倒数位敌人。由于当时他陷阵太深，手下的人啊，跟随那些从人啊、奴仆啊什么都死了，他自己呢也为伤重，当时也昏在这个阵地之前。毕竟啊，当时天黑了，这个东魏军队收兵了，他才没有被这个
东魏的军事砍头，而且王思政每次打仗的时候，他都穿着黑非常一般的那个衣服，破衣烂甲吧，因此敌军也不知道他那种将帅身份。所以说呢，王思政啊昏迷在那儿，昏死在那儿，他的脑袋也没有被敌人割去寝宫。不久呢，他的一个下属在这尸体堆中啊找来找去，找到他了，扶他上马回营。西魏另外有一个平东将军叫蔡攸的，后来马死了，下马不战，左右就劝他，赶紧又给他拉一匹马来，赶紧上马，怎么赶紧逃跑？他当时就大怒，宇文泰丞相爱我如子，我今天怎么能怕死呢？说完话，他带领十几个士兵齐声大呼，又开始进击东魏的这个士兵，杀伤甚重。最后呢，东魏兵把他团团包围了十余重，十几圈，但是呢，都害怕他的勇武，不敢近前。蔡攸这个时候啊，弯弓持满，四面转着就指这个箭锋啊，四面转。东魏兵士就找出一个身穿厚甲、手拿长刀的兵士，直冲耳前，就先拿这个人试试探。距离三十步之远啊，那他左右的人赶紧射，你赶紧把这人射了。蔡攸这个时候说：“我们的性命全都在此一箭，绝不能虚发。”这个手持这个长刀、身穿厚甲的敌兵冲到十步远的距离，蔡攸突发一箭，正中咽喉，当时把那个就来人就给射杀在当地。这个时候包围他们那个东魏兵啊，一看这个情形，呼啦啦散开。蔡攸呢，就最终能率领他手下这些人呢，活着回到自己的营垒。河桥大战等于是东魏西魏呢双方基本打平，只是高欢这方面啊，这个东魏方面痛失他手下的汉族大将高敖曹，损失呢不可谓不大。五年之后，公元543年，这个两魏东西魏第四次大战邙山大战揭开序幕。这次战争的导火索呢，是由于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他当时任北豫州刺史，他投降了西魏了。而更深入的原因呢，则是因为高欢的儿子高澄贪色引起的。高澄啊，就高欢的儿子，这小伙子绝对不是个好人。14岁的时候呢，就和他父亲的妾，一个叫郑大车的，你看郑大车，所以说这个名字看来像个男的名字，是他一个美人，跟他通奸，当时差点就被高欢杀掉。你想，14岁这孩子就知道干这事儿。经过当时他那个臣下的司马子如从中周旋啊，这个劝了半天高欢，高欢才没把这个自己儿子杀掉，反而把谁杀掉了？告密的那个奴婢，把那个杀掉了灭口。然后呢，父子等于是重归于好。后来呢，高澄就看中了高仲密，就是高敖曹大英雄他的哥哥美丽的妻子，那这个李氏，这一见面就上去乱扯衣带，欲行不轨。那李氏不从啊，当时是衣带尽裂，脱身之后啊，就向高仲密哭诉。但是这个李氏为什么见高澄？很可能李氏呢去见高澄的母亲娄氏，哎，被这个高澄撞见了，所以才有这么一出。高仲密当时啊，马上就要被外放为北豫州刺史，所以说一听这个消息，我自己老婆你都敢欺负，惊惧气恼之下，他一上任就马上向西魏投降。这样一来呢，东魏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就落入了西魏之手。西魏的宇文泰呢，亲自率领大批人马接应高仲密，因此大军到了洛阳，就把河桥南城给包围了。高欢自然不敢怠慢，他也亲自率领10万兵马自黄河北岸渡河，然后呢依据邙山列阵，数日之间呢双方都在那儿相持不战。宇文泰西魏军队呢进留辎重，连夜呢登上邙山，想突袭高欢。他那个侦察骑兵啊火速通知高欢说，西魏军队啊现在携带兵械干粮而来，已经距离咱们就40里这么远了，非常近了。实际上当时高欢也不敢怠慢，马上率领军马，然后立阵，正阵待敌。黎明时分呢，两军相对，就开始打。高欢手下大将彭乐以数千骑兵直冲入西魏的北军，所向披靡，一直深入到西魏的大营之内。这个时候呢，却有人奔告高欢，就说彭乐这个人临阵脱逃，临阵叛逃了。高欢大怒。不久呢，西北方向尘土飞扬，彭乐呢派遣人来告捷了。
彭乐这一战，俘获西魏临洮王元简等五个这个西魏的王爷，就是元姓王爷，还有那些参谋啊、将领啊，一共48人。高欢大喜，马上鸣鼓进击，大败西魏军队，斩首30000多级。接着呢，高欢马上派彭乐，你给我追击宇文泰，军败狂逃啊！宇文泰当时狼狈不堪，边跑他边在马上大声向彭乐哀求：“这不是彭乐将军吗？他们都认识了，从前，今天你杀掉我，明天你还有用吗？你干嘛不马上还营，把我丢下的金银宝物一起取走呢？”彭乐虽然是个粗人，哎，觉得宇文泰说的话有理啊，于是呢，他马就慢下来了，就等于是没有追杀宇文泰。回到宇文泰丢弃金银财宝的营中，把一大袋大袋的金银啊，都是就连吧连吧啊，都弄起来。然后呢，他奔回到这个大本营，向高欢复命。所以说，王寇啊、养寇啊，哎，这不是什么后来的将领发明的。自从这个越王勾践、朱文忠、刘邦杀韩信、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一直是五人最害怕的事情。所以说以后被唐元明啊诸多武将就奉为这个良策，时不时的啊就把这匪呀、寇啊放纵一下，让他们漏亡。因为只有这样，天下有事，这五人呢才能保证自己位重权尊，而且免于鸟尽弓藏的这个之祸。彭乐呢，你想率领了一帮人，马后悬着大包小包金银财宝回见高欢，张着大嘴就报告：黑塔侥幸逃跑，已经吓破胆了。黑塔就是宇文泰的小名。高欢呢，既高兴，你看彭乐大胜，给我打了这么大胜仗，又怒极他放走宇文泰，因为他耳目众多，就知道这个。你想他和宇文泰说话，他早就知道了。他马上命令彭乐趴在地上，亲自上前抓住这大老爷们的大脑袋，那个鲜卑有发辫，猛往地上撞，撞这个彭乐头破血流，咬牙切齿良久，手中刀举了几次，就想当场把这彭乐脑袋砍下来。权衡再三呢，也未忍下手。为什么？毕竟是这么一员猛将。彭乐这个时候满脸是血，还仰头乞求高欢：“你再给我5000人马，我回去再把这宇文泰再给追回来。”到了这个地步呢，高欢就骂道：“你把人都放跑了，还说什么回去再追他？”于是呢，他派人取来3000匹绢，压在个彭乐大老粗背上，干嘛呢？并不是说想压死他，赏其战胜之功。我估计这3000匹绢啊，估计把这彭乐得压得内出血。转天，东西魏两军重整旗鼓再战，宇文泰指挥3军合击东魏军，战无常势。高欢这次忽然又大败了，他手下的步兵啊，最后全被西魏军俘虏了。一时之间啊，高欢自己的坐骑也被射死了。他手下大将有个叫赫连杨顺，把自己的马让给高欢，连同7个人呢，随后保护。这个时候，西魏的大军追军就赶来了。高欢手下有个亲信都督叫玉兴庆，这阵就说：“大王，您赶快离开，我腰中有100箭，足以射杀100人，保护您撤走。”高欢当时特别感动，如果我们都能生还，我肯定任命你为徽州刺史；如果你战死了，我就让你儿子当刺史。玉兴庆当时还说：“我儿子太小，希望您用我哥哥做刺史。”高欢引怒。玉兴庆一个人殿后拒战，100箭射杀100人，最后呢，箭没了，他自己也不行了，就被西魏兵的乱刀砍杀。东魏有临阵投降的兵士，为了请功，就把高欢逃跑的方向啊告诉了这个西魏。这个宇文泰召集3000敢死队，然后都知短兵，骑快马，命令大都督贺拔胜为首领，带军急追。乱阵之中啊，这个贺拔胜发现正在仓皇逃命的高欢了，他就马上啊手执长槊，率领13骑精骑追赶上来，狂追数里，好几次他手上的槊尖啊都几乎刺到高欢身上了。高欢呢吓得绝对是亡魂皆冒，而且这个贺拔胜边追还边大喊：“贺六魂，我贺拔破胡今天一定要杀了你。”贺六魂就是高欢的鲜卑小名，贺拔破胡呢就是贺拔胜他的破胡是他的鲜卑小名。高欢当时确实是又急又怕，几乎心脏病都发作，想在马上狂奔。他的随从呢，这个时候在左右发箭，射翻了这个追来的西魏的2个骑兵，然后呢，又把贺拔胜的那个坐骑给射杀了。等到过后呢，贺拔胜的驸马赶到，高欢已经跑得没影了。当时这贺拔胜就叹道：“
哎，我今天竟然忘记带弓箭，真是天意呀、啊！因为贺拔胜这种神箭手，如果他有弓箭，他就用不着追了，一箭他就能把这高欢从脖子那儿射他一个穿透。战后，高欢回到邺城，就把贺拔胜留在东魏的几个儿子全部整家杀尽。可能有人问，贺拔胜怎么还有儿子在东魏啊？你要知道，这个北魏分裂之前，达官贵人的家属还有府邸全部都在洛阳，所以这个时候呢，贺拔胜还有几个儿子还都在这个洛阳待着呢。这个时候全家都杀尽了，所以贺拔胜听说这个之后，活活气死。他死之后呢，这个西魏的宇文泰，这个洒泪良久，就对左右的这些人说：“你看，诸将临敌，神色都显得慌张。”唯独贺拔公临阵颜色如常，那才是真正大勇之人。当时呢，由于西魏赵贵等五个将领手下军队败退，战场形势忽然又发生变化了，东魏的军队又重新集结，又冲杀过来，宇文泰出击啊，结果呢不敌而退，结果率军逃跑，东魏军队又开始追击，所以说当时你打我，我打你，所以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西魏大将独孤信，哎，那不先前他已经带领一些人走了吗？这个时候又收集西魏的这个散兵，从后面袭扰东魏的追兵，宇文泰呢才得幸逃脱。最后呢，他率领手下的这个军马屯军在渭河上游。高欢率领大军呢进入陕州，他的部下冯子辉就劝高欢乘胜追击，定能啊把这个西魏宇文泰消灭掉。但这个时候高欢手下的东魏将领都没有斗志了。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志气都衰竭了，没人就敢再战。实际上当时啊，宇文泰已经成强弩之末，只要是高欢他的军队一到，必死无疑。高欢呢见手下这些将领都低头打脸的，知道再战可能也没精气神了，就下令还军，等于是错过了最佳的历史机遇。西魏方面呢，一直为宇文泰坚守这个衡农粮仓的王思政呢，听说西魏军大败的消息，他不仅不逃，反而让人大开城门，他自己也把衣服脱开了，躺在城楼那儿，然后慰勉将士，激励士卒，表示自己咱不怕。几天之后，东魏大军杀到城下，一看城门大开，他们又知道王思政这个人的名声，心中大怯，最后呢就觉得，哎，这里头可能有伏兵，竟然不战，哎，掉头跑了。我们要知道，诸葛亮的空城计那是演绎小说的情节，诸葛亮没干过这事儿。王思政这个空城计是真正历史的记载的，是真正发生的事情。高欢这次呢，等于是东魏军算是胜利了，他手下的东魏军重新夺回北豫州还有洛州。侯景呢，他手下大将又把那高仲密先前逃跑叛逃的这个妻儿送到邺城。由于高乾、高敖曹呢都是高欢手下特别大的功臣，高仲密的弟弟高季氏当时听说兄长这个投降的消息，向西魏投降的消息，马上自己跑回到这个邺城自首了，所以说他就没有被连坐族诛。高欢呢这个时候只把这个高仲密这个一家老幼杀掉了，就别人都没杀。这个时候呢，高欢那宝贝儿子高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哎，盛装去见即将被处死的高仲密妻子李氏，问今日如何。这李氏这个女人默然，只得从了，就被那高成呢纳为妾室。你看，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为了这么一个而且是他爸爸这么好的老同事的老臣下的这妻子，这个高成呢干出这种事儿来，结果导致勋臣外叛。他老爹呢，在战场上差点没被人杀了，两位啊，东西魏这个军队死伤数十万，所以高成呢，当时就是一个祸根。但这个祸根呢，当时也没人敢对他进行指摘。最让我们后人感觉到荒谬的是什么呢？当时属于后来的结局。高成呢，日后他被家奴赐死，咱们后来会接着讲。他的弟弟高阳呢，就篡了位了，那建立齐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北齐。高阳后来呢就被尊视为其贤祖。那么高成从高仲密处得来的那个李氏，就那个美女，后来呢进入高成母亲娄太后宫中为女官，就是那官名是昌仪，就是这个李昌的李昌仪。高阳死之后，就这个荒谬的淫暴的这个齐贤祖高阳死之后呢，他的太子非常淫弱，叫高音继位了。
高音手下几位汉族大臣，什么杨殷等人，就恐怕高阳的弟弟高演、高湛日后篡位，密谋啊，就想派这两个王爷外出做刺史，来消除这个威胁，并把这个事情呢向高殷的母亲李太后啊做汇报。就那小皇帝他的生母是个汉人，李太后呢，他自己认为他和这个李昌仪，就娄太后的手下女官是通家，都姓李嘛，就把杨殷等人这个密信给他看。哎，这位李昌仪呢，倒对娄氏太后啊、太皇太后忠心耿耿，马上密报给娄氏。那么太皇太后娄氏当然喜爱他自己两个亲生儿子高演和高湛了，就一起密谋，最终把那杨殷等汉族大臣杀掉了。不久呢，高演又把侄子高殷给废掉了，自立为帝。转年呢，还派人把这侄子给掐死。高演这个人仅当了两年皇帝，因为打猎，这个马惊坠地，伤累而死，又传位给他亲弟弟高湛。高湛继位之后呢，酗酒淫虐，把高澄、高阳、高演这几个皇后，这都是他嫂子啊，都霸占了。然后又把高澄的长子河南王高孝瑜什么的都毒死了，还把高澄的第三个儿子高孝婉啊，大腿折断打死。等到日后高湛的儿子高伟，就特别有名的北齐后主继位之后呢，又把高澄第四个儿子兰陵王高长恭给毒死了。所以说，齐国灭亡的主因，正是这位北齐后主高伟，他在他手里灭亡的。如果我们仔细追根溯源，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高澄他不抢夺高仲密他这个老婆李氏，这个人呢就不可能在太皇太后娄氏他那里当女官。那么高阳的太子高殷呢，这个小孩自幼是由汉族大臣和那些宿儒辅导的，虽然说有些懦弱，但绝对是仁德之主。凭借他父祖之力和当时北齐将士那种战斗力之强，说不定能一统北方。那么这高澄从高仲密处抢来这个李氏，这个美女一泄密，造成几位汉族大臣啊，最后等于被杀了。仁德的小皇帝的高殷呢，也被废杀。高湛、高伟，哎，这父子都是凶残荒唐，最终呢，造成北齐国家整个是亡国倾覆。所以这种历史真实的报应和埋伏，就跟小说家中的伏笔一样。其实呢，即使最好的小说家，也难以虚构出这么离奇曲折的情节。万般皆是命，是半点不由人。三年之后，咱们接着说这东西魏了。三年之后，公元这个546年，东西魏第五次大战玉璧之战爆发。当年十月呢，年过五旬的高欢率领大军10万围攻西魏位于汾河下游的重要据点，哪儿呢？玉璧。玉璧就是今天山西的蓟县。守城的呢是西魏大将军韦孝宽。当时在玉璧城中啊，兵士不过数千，高欢10万大军昼夜猛攻，一刻不停。韦孝宽啊，当时是目不交睫，就天天晚上都不睡觉指挥巨战。西魏守军的水源从哪儿来？从汾河啊那地方弄那个水供城内人马饮用。高欢就派人啊把这河道给挖了，一天晚上就改河道了。他又在城南堆起土山，就想凭高啊冲下入城。韦孝宽呢，这个这儿就在原先城楼的两个高厅之间绑缚那个大木柱，一直使那木桥高于土山，然后投石制火，使得东魏兵的不能进城。高欢这个时候就派人对韦孝宽叫喊，即使你韦孝宽搭楼上与天齐，我也会穿地入城取你人头。果然高欢这个军队的士兵啊，从地下挖掘地道，想从城根呢挖穿拥入城中。韦孝宽就在城周围挖出一条大沟，高欢兵士只要从地道尽头跌入长沟，马上派人就地擒杀，而且他还在长沟内堆满木柴，只要地道通口一暴露，他就派人往那洞口填塞那柴草，放入火把，等于是然后这个用那气排往地道里鼓气。所以说即使洞中有士兵有这个东魏兵过来，顿时被烧焦或者被那烟熏死。高欢一看这个一计不成又使二计，他就安排这个士兵啊，把前面安有巨木坚铁的公车啊冲撞那个城池。由于这个公车啊特别重特别尖，撞上什么东西马上是应声摧垮。韦孝宽呢派人缝制了无数大布做的巨幔，士兵呢搭吊两端，随着公车的方向就而转移，那公车大尖儿怎么来他怎么过去。由于那大布幔是悬空挂着的，他那个大尖头那大公车呢是以硬碰这个软，撞物之前他力量已经被消解一空了。一看这个计策又不行，东魏兵呢又把那个
松柴火把，然后绑在长杆之上，浸满了油烧着了，就想烧掉那大木幔，同时呢想把那城门烧着。这个时候韦孝宽就派人用利刃绑在长杆之上，砍断对方的长杆，反正你怎么来我怎么去。这韦孝宽就一直坚守城池，无计可施之下呢，高欢就派人在城四周穿地道20条，中间呢还用那梁柱撑着，然后再一猛火燃烧，地道内这个梁柱一崩塌呢，好多段城墙这个时候就随之塌毁了。哎，韦孝宽又在城崩之处就竖那个大木闸了，后面呢然后用那坚硕弓弩在那儿挡着，东魏兵最后还是不能攻入。不久之后，这个韦孝宽真是英勇，他还派取手下兵士夺取了土山的制高点。高欢一看无计可施，他就派他手下的参军一个文人祖挺，祖挺这个人日后还挺有名，就派着祖挺去说降韦孝宽，就说你看您平城据守，四方无救，最终只怕坚持不住，你不如早早投降我们算了。韦孝宽朗然答道，我城池严固，兵食有余，攻者自劳，守者长逸，我怕就是你们军队回不去，我韦孝宽关西男儿，绝不会做投降将军。祖挺呢这个时候只得对城中大喊，城中有能斩首韦孝宽的人，拜太尉，封开国公，赏拨万匹。说的话呢还让手下人往城内设那赏格，就那悬赏令。韦孝宽呢也挺幽默，就在射出来的这个东魏军的赏格背面亲笔书写，能斩高欢者也按此例，然后射还城外。东魏军队苦攻玉璧50多天，战死病死，最后7万多人，没办法，就地都埋在一个大坑里，久攻不下，又死了这么多人。高欢呢忧愤发病，一卧不起，我估计也是因为死人的那种传染病。一天夜里呢，天空中有大星啊，就忽然的坠在地中。古人啊特迷信，因为那陨石啊是将星坠落。高欢呢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惊惧，然后等于就是解围而走。归途当中呢，军队当中都讹传西魏大将军韦孝宽啊用大弩已经把高丞相给射死了。西魏军队得知这个消息呢，也派大军四处高喊，劲弩一发，凶身自陨，那意思我们大弩一发，这个贼头高欢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为了使自己的这个败退回国这个军心不至于过于慌乱，高欢呢不顾病重之躯，就在露天大营呢召集驻将啊，大开宴席，以表示你看我自己还活着。同时呢他就让大将胡律金唱那敕勒歌。敕勒歌呢我们好多人在学校的时候都学过，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当然当时唱的这个歌，你看咱们用汉语觉得它不押韵，当时它应该是用鲜卑语唱出来的。高欢当时是亲自喝唱，哀感流泪。公元547年正月数日，恰巧当天还日食，这个时候高欢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在撤军途中他就不行了。哎，他就叹道，日食是为了我吗？死亦何恨。弥留之际呢回顾一生，你想高欢这个人出身这么贫寒，正好遭逢乱世，这么多年来东征西杀，一生陷阵，这个时候老英雄啊，也就是咱们回顾来讲，也不知道他是悲是喜是忧。无论如何，这位高欢啊，他从六镇一个庶族熬到魏朝的王爷，到后来他的后代又建立了齐国，想必啊是没有辜负平生。高欢死之后呢，他的长子高澄独揽魏朝大政，要篡未篡之际呢就被家奴赐死了。而后呢高欢的次子高阳啊继位。高阳这个人虽然长得很丑，但是特别有心机，很快他就废掉东魏最后一位皇帝孝静帝，建立了齐国，史称北齐。那么高欢儿子建立的北齐呢，传到后主高纬那里呢，竟然最终被宇文泰子孙所灭，啊，这就是后话了。
们上几集呢讲了这个北朝的东西魏大战，下位呢我们就开始讲一讲南朝，讲一讲这个南朝梁国的这个萧衍。前几年啊有一部这个特别火的电视剧这个琅琊榜啊，据说呢就是按照梁朝他这个萧衍啊那个时代为背景设定，咱们可以姑且吧把它当做一个想象吧，一个参照。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他是南兰陵人，据说呢是汉代名相萧何之后，估计这也是使臣拍帝王马屁，牵强附会乱认祖宗。梁武帝萧衍继位之后呢，就把禅位给他自己的那个齐和帝，也是姓萧了，就封为巴陵王。当时呢，就南朝齐、南齐、萧齐被灭的许多姓萧的宗室呢，基本上不用这个萧衍动手消灭。为什么呢？先前那个齐明帝萧鸾，还有东昏侯萧宝卷，基本上把齐高祖萧道成和齐武帝萧泽那些子孙都杀个干净。萧衍称帝前呢，就以齐和帝萧宝融的名义啊，先杀掉了湘东王萧宝智兄弟，后来呢，又杀掉了齐明帝剩余的几个儿子。因为他建国的时候正值壮年，他用不着像刘裕老头子或者萧道成这老头子，就是有那种日薄西山那种紧迫感。起先呢，他还真想把退位的那个少年齐和帝萧宝融，在南海郡养起来。岂料呢，他手下有个高级谟士，沈约，这是沈约也是个大诗人，挺缺德的，就劝萧衍啊，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于是呢，萧衍就派亲信郑伯禽到姑熟，送给当时年仅15岁的齐和帝萧宝融一大块生金，逼他吞服自杀。这阵儿呢，已经禅位的齐和帝，你看这个少年人，虽然说才15岁，确实是啊，帝王贵种，风采朗然。他就说了：“我死不虚金，醇酒足矣。”就古人没事儿，就那阵儿吞金而死，实际上吞金而死特难受。人这个少年呢，就不想吞金而死。郑伯禽一看，呵，这少年废帝如此配合自己，也挺高兴，马上叫人弄来一大坛美酒。少年人的神情怡然，大碗大碗的狂饮，很快就沉醉不省人事。郑伯禽这个时候上前开始干活了，等于就是掐死了这位15岁的美少年。虽然说他杀戮齐明帝啊这一支族属，所以萧衍啊，对于前朝齐朝齐国的宗室啊还不算太残忍。萧道成一系的那个支属啊，比如说萧子克兄弟10多人，在他这个梁朝梁国都被授予这个清闲的高官，活得特好。其实这个萧衍和被他取代的南朝齐国这姓萧的宗室还真是同宗，不过他那个宗属啊，这稍微疏远一点。按照辈分呢，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那老头的族弟。南齐时代呢，萧衍本人也是当时的这个齐国的贵族敬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之一，因此呢，可以见出萧衍的文学修养绝对是大家。因为这个西邸八友啊，如果我们熟知中国古代文学史啊，那大大有名。那另外七位那个诗人也挺有名，范云啊、萧琛啊、任房啊、王戎啊、谢眺、沈约。谢眺、沈约这两个人肯定大伙儿肯定知道，还有什么陆垂。这几个人呢，当时这个诗文呢，开创南朝一代典范，叫永明体，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武功方面呢，这萧衍盛壮之年也是个军事天才，当时就连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袁弘都说萧衍善用兵，物与争锋。内政方面呢，萧衍一方面下达种种诏令，他当皇帝之后啊，这个优显士族高门，然后这个严防这个士族高门呢互相这个假冒谱牒。另一方面呢，他就一直重用寒素出身那些士人，就是那些寒人。你像早期他身边的范云啊、沈约啊、徐勉啊，还包括后来的朱毅啊什么那些人，都是寒人出身。就连那个率领7000兵马横行魏国的大将陈庆之也是寒人出身。因此在用人方面，就是当皇帝早年这个萧衍绝对是非常有手腕的大政治家。对外政治方面呢，公元506年，萧衍称帝没几年呢，曾经派他的六弟临川王萧红
在淮南和北魏对峙，当时的梁国军队器械精心，军容甚盛。北朝人当时都认为，这100多年来都没见过这么盛大的军容，南军这么厉害，看上去啊。但萧红这个人呢，虽然说身高8尺，这个美须眉，为人又特别宽和，但这人打仗完全就是个草包外行，一战即溃。公元507年呢，梁朝的大将梁景宗，这回露了脸了。他们在钟离大败魏军，当时就杀掉魏兵10多万，但那10多万魏兵呢，多数是下水淹死，生擒5万多人。而且呢，这次战役呢，火攻计还是萧衍直接授意，可见这位帝王啊，他壮年时期的军事天才啊，确实是非常了得。梁武帝普通7年，就公元526年，北魏境内的烽火四起，北魏六镇军人啊开始起义。葛荣手下的军队呢，号称100万，然后又和尔朱荣打，最后呢被尔朱荣打败。尔朱荣我们前面讲了，就掌握了这个魏朝的国政。梁朝这个时候就趁机啊向北拓展，就趁着这个北魏的内乱。公元527年呢，梁朝大将陈庆之，好的大败魏军。529年呢，陈庆之以宋魏王元昊为名，率7000人从治县出发，一直杀到这个洛阳，期间攻取32城、47战，所向皆克。100多年以来啊，南兵能够攻入北地洛阳，简直是前所未闻的奇事。关键时刻呢，萧衍当时逡巡游移，没能派这个梁国大军继续深入魏境去接应。那个先前梁朝支持的魏国白眼狼元昊呢，自立为帝。不久呢，元昊和陈庆之一起，双双被尔朱荣的军队打得大败，元昊被杀，陈庆之一个人逃回建康。自此呢，南朝萧梁一朝巨大的军事胜利，可谓是昙花一现。后来高欢逼走了北魏孝武帝元修之后呢，北魏就分裂了，变成东魏和西魏两部分。当时为了牵制西魏，东魏方面主动向梁朝示好，双方呢互派使节不断。但是在高欢死后呢，侯景叛离东魏，萧衍竟然对这个人呢予以接纳，就不仅仅破坏了这个梁国和东魏长期以来这种友好关系，同时敲响了他自己梁国的丧钟。南朝几代王朝的这种逐渐衰弱，实际上和北魏之乱一样，都是源于国内军人身份那种持续低落啊，最终引起的。你想那些世家和兵户，自魏晋以来就是门阀大族和那些以兵籍相承袭的，就是这种的家庭，代代相承，什么父子相承，子又传孙。因此呢，进入军队的这些人，不仅要负担沉重的兵役，还要呢租赁政府的土地，租赁土地内的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所以说呢，军人的生活极端困苦，甚至有的时候连那个官家大户的奴婢都不如。由于持续的战争呢，南朝梁国兵士的来源越来越少。那么当时各地的世家大族还有方阵那些将军，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就把那些逃赋税啊、什么逃兵籍的人啊，掩藏到自己的府下。为了征兵呢，南朝政府当时就不得不重新想办法，他就从农村的自耕农当中征发人。由于主将经常贪冒克扣粮食军饷，这个所以从农村征来这些兵往往逃亡，惩罚连带的当时那个规则那个法律又重，致使许多农村的自耕农也相继破产。如此呢，恶性循环就造成了经济衰竭、公田变私、土地兼并啊，什么租调以外这种杂调啊，各种各样的赋税越来越加重。最终呢，南朝的士气呢越来越低落，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差。梁武帝晚年啊，当时是怎么讲？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矛盾空前激烈。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梁武帝萧衍这个人呢，还一直醉心佛事，是宁佛皇帝当中最有名的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统治末年啊，建康号称是佛寺500余所，穷极弘历，僧尼10余万。资产丰富，所在军县不可胜言。所以说呢，你诗人渲染南朝480次一点都没夸张。萧老爷子萧衍他宁佛，他自己宁也就算了，你想但他贵为世数万民的皇帝啊，
他不仅仅经常亲自讲解经义，更过分的是他还是三次舍身，他自己到寺院里当寺奴，这个分别是527年、529年还有547年。而且呢，他一次舍身比一次舍身的时间要长。皇帝舍身去寺庙里当奴隶了，那大臣们得公私凑钱财给他赎身呢，所以这三次赎皇帝花费巨亿。其实呢，这就是萧衍这个皇帝为佛寺变相敛财，皇帝宁佛上行下效，因此呢，佛教的盛行啊，不仅使当时南朝的民心啊，就是等于是越来越慈懦吧，而且大批男丁为了逃避兵役徭役，就出家当和尚，就使本来积贫积弱的梁朝国力呢，更是雪上加霜。尤其在当时，你想中国南北对峙的年代，北方的敌人强盛，梁朝上下如此喜佛，如此宁佛，如此玄虚，又如此奢侈无度，下层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痛不欲生，所以他整个国家啊，可以说是从里到外啊，基本都烂透了。就是玉信所讲，50年来江表无事。玉信是个大诗人啊，也是这个奉承自己的国家和皇帝，是指梁朝统治阶级内部没有太剧烈的相互杀伐而言。因此，在当时繁荣浮华的下面，实际上蕴藏了巨大的危机。梁武帝就是个萧衍啊，太清元年，就公元547年正月，萧衍萧老头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中原牧守皆从其地来降，举朝称庆。就中原啊，那些这个原先这个北魏的，现在是什么的东魏啊，什么西魏什么占那些地方，那些官员啊，都到梁朝来投降，大伙儿举朝称庆。其实呢，这就是恰如这个光棍做梦娶媳妇一样，朝思暮想不能实现的愿望，最后都预别成梦。可惜呢，萧衍当时不知道弗洛伊德，他又沉溺于佛光普照，觉得这个梦是个很大的吉兆。转天上午呢，萧衍就见到了中书舍人朱毅，就是他一宠臣，他就很当真的告诉对方说：“哎，我这个人平常很少做梦，如果有梦啊，肯定能成为这个现实。”朱毅是个奉迎之徒，马上庆贺：“此乃宇宙混一之兆也。”你说瞧，你说四海混一就完了吗？他还把佛家的宇宙这个词儿也弄了进来，就是为了哄老皇上高兴。朱毅呢是个宵小啊，这个人是个钱塘人，从小还特好赌博。等到了青年时代呢，这个无赖忽然就无师自通，什么涉猎文史啊，读这个书读那个书，而且这个博学强记。因此这个萧衍称帝之后呢，当时朱毅啊还什么到皇宫内讲孝经啊，讲周易，一来二去，萧衍觉得哎这人有才，一路升迁，当权20多年。所以我们说坏人如果有才危害更大。朱毅这个人呢，作为大臣，他就喜欢呢这个窥察皇帝的这种旨意，每每呢阿谀奉承来讨皇帝欢心，所以说他特别受到宠任。朱毅是个寒人出身，因此呢从来从小家里就没见过钱，因此呢就广收贿赂，和他几个儿子就建立大宅子，没事那大宅子大房子大院子里存的都是钱。梁武帝萧衍不是做了一个梦吗？梦见中原的那些原先敌国的什么太守大官都向他投降，哎，赶巧加死催，这一年东魏的权臣高欢病死了。东魏当时呢专治河南地区是司徒侯景，这个侯景和高欢的世子高澄两个人关系特别不好，侯景当时就心不自安，拥兵叛乱。侯景呢叛乱之后呢，先向西魏称臣，西魏当时呢由权臣宇文泰掌权。宇文泰什么人？人中猛虎，非常聪明，他就空口封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古公，反正都是虚的，自己按兵不动。眼见西魏根本就不动真格的，也不来救援自己，既不派兵也不送粮，侯景知道骗不了对方，因此呢就把目光转向梁国，他就向梁武帝上书表示投降，然后他说了一大堆，我从前和高欢啊我们并肩戮力，就为了魏国社稷，现在的高澄你看他继位之后啊，现在要跟我要把我弄死，所以说呢我现在以什么西周啊、豫州啊、什么荆州啊、什么南兖州啊、冀州什么弄列举好了13州吧，来投降，来向梁国皇帝您投降。
侯景啊，他在这表奏当中絮絮叨叨，列举了大批东魏的这个各州啊各地，还讲那些人呢和他同心协力，河南广大地区啊，这就他这一说吧，就好像一下就可以纳入这个梁国的版图。其实呢，侯景在刚刚就叛离这个东魏的时候，他只得到颍州刺史有叫司马世云的那一个人的响应。别的几个刺史啊，都是他这个等于右职的。什么叫右职的？就是把那，你想他当时是个大军区司令，他要归他管那些各地的军长开会，那些人肯定都得去，等于给他以计策抓起来的。侯景真正掌握的地盘只有西兖州以西的几个州郡，而东部州郡呢，那些州啊，那些郡啊，这都已经对他有所准备了，有所警觉了，因此呢，根本就不在侯景的掌握之下。因此呢，侯景絮絮叨叨，好像狮子大开口，一下就把河南十三州要给这个梁武帝进贡做孝敬之礼，实际上都是空头支票，根本当不得真。萧老头呢，起先也很犹豫，他接到侯景的书奏看了半天，在殿上自言自语：“哎，我国家现在一如金瓯，无一商缺，你看多巩固啊！如今忽然受侯景献帝，到底合不合适？”如果接受侯景这个投降，导致这个战争啊什么这些，到时候会不会后悔呢？那个奸臣朱毅呢，这个时候啊，深知皇上的心意，在一旁添油加醋，力赞萧衍一定要接纳侯景的投降，圣明御宇，南北归养。如今侯景呢，把魏土的一大半都过来向您归降，这就是天意。如果您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勿疑。梁武帝萧衍呢，当时年老，老年人就爱听吉祥话，就爱听顺耳的话。萧衍大喜，决定了，接受侯景的这个归降，马上下诏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都督河南、河北驻军事。同时呢，梁朝还派司州刺史杨押人提兵三万，到玄户，就是今天河南的这个汝南县那块，运送了无数的粮草和兵仗，接应侯景。那么说到侯景这个贼人啊，我们确实还要好好唠唠。侯景呢，字万景，他本来是北魏的怀朔镇人。一听这个，大伙儿就知道有六镇的人，他是个羯族。那么当时北魏的六镇乱起之时呢，他和高欢啊先后去投附尔朱荣。虽然说侯景和高欢是怀朔老乡，但他呢是属于契胡种，就是也是羯族的一支，等于是他和那尔朱荣啊，从情感上啊应该更亲近一些。所以呢，直到高欢后来把尔朱兆完全消灭掉，侯景呢最后才真心投附高欢。高欢这个人虽然给侯景很大的权力，让他专治河南地区，其中是也给他不少制约和牵制。而且呢，当时高欢派侯景外任，就使他远离了东魏真正的权力中心邺城。也就是说呢，高欢对于侯景呢只有50%的信任。表面上呢，你想手拥10多万重兵，和近一半的这个东魏国土在侯景手里，但侯景起事的时候，他所能掌握的也只有几万兵马，而且他名义管理下那些州郡，如果那个州郡的首长没有被他这个通过那个计策抓起来，那些这个州郡都紧闭城门，都没有接受他的这种这个命令啊，去这个背叛的东魏。侯景这个人貌不惊人，一腿长一腿短，实际上是一个半残疾人。但这小子谋略过人，当时啊，高欢手下高曹彭的那些大将都是万人敌啊。侯景对这几个人就非常不屑，此辈狼奔士突，意欲何为？侯景这样说，倒真不是他自卑心在作祟，不是说他是个瘸子，他看人家这个弓马娴熟，他怎么他不是？他真是看不起他。而且这个人确实有远谋，他入镇河南之前，他就对高欢讲：“你看高王，我现在聚兵远地。”奸人一生诈伪，大王您如果有书信来，一定要加以标记。高欢就同意了，每次他给侯景书信都在一个双方约定的暗夜做记号，这个记号呢只有这两个人清楚，别人一概不知。根据史书记载呢，高欢临终前就问床前侍疾的他那个世子高成，大儿子高成，就说：“我随病，你面有余忧，为什么呢？”高成呢低着头就不答。高欢就要问：“你肯定是忧虑我死后侯景反叛吧？”高成赶忙点头。那么对于儿子这样的忧虑，这高欢临死他又如何交代后事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